啊，一个社区内底，咱上重要的，咱台湾人讲的，就是平安上重要。平安、健康、快乐是当然上需要的目标。靠我们警察同仁太辛苦，也做不到。因为400万的市民，你靠未成年的警察同仁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那要靠什么？靠民力。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辅导，希望我们新北市1032个里，大家每一个里都能够重视，大家都会让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